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普通的食物无法满足我现在的饥饿感啊？那当然是因为现在的你已经获得了进化，你到达了人类不能到达的境界。喂，110吗？对，这里有一位传销组织头目。对对对，是的，羊村二栋3单元1号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这种状态持续一会儿就会结束啦。真是的，看把你紧张的。你确定我这种状态保持下去会没事的吧？确定，一定，以及肯定。好吧。哎，你走哪去啊？快来帮我研究这么玄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你等我一下嘛。哇塞，小月，你真的没有骗我，我的肚子突然就不饿了，就连之前那种恶心反胃的感觉也消失不见了，是吧？告诉你了，很轻松的。轻松你个头啊！赶紧跟我去研究下一个项目，不然到时候这波裂隙爆炸以后啊，保证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喂喂喂，我连蒸馏器都快做出来了，你看你还在干什么？理论知识不要研究的呀，没有理论知识，我拿什么研究接下来的东西？就知道思考，不知道动手。总好过你一个就知道靠武力解决麻烦，不知道思考的超级大猩猩吧？你在吗？我没有啊，我说什么了吗？来来来，新鲜出炉的奥数蒸馏器哟，快给你阿阳爷爷展示一下你的功能吧。小月，你出门是没刷牙吧？口气那么大。你没看到我提炼出了这种红色骷髅一样的元素吗？干嘛？有什么用啊？你猪啊你！有了这东西就能提取各种各样的原汁暗部啦。忘记你平时在研究台工作的时候需要各种各样的暗部了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等于说你就是把某种特定的元素给装进了罐子里面，对吧？对啊对啊。那之前那些水晶岂不是也能融化之后放进这种罐子了吗？对呀，都是一个意思。不过有一点我可要提醒你哦。怎么？虽说这东西比较方便，可从它身体里面所产出的皱波数量可能比干锅还多。哎，你别说了，这些灵气节点都能把咱们家当澡堂子了。哦，那感觉还挺不错啊。杨氏澡堂51位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说什么呢？顺便提醒一下你啊，距离世界毁灭还有最后29天。反正我又不急。还不急呢，到时候整个羊村都变得皱波横流了，你才会开始着急是不是？去去去去去，山人自有妙计，放心吧。好啦，看到没有，我的原制冶炼炉也做出来了。哎，那个上面那个蒸馏器怎么做来着？你看说明书啦，说明书上面会告诉你怎么做的。原制试管还有宏伟之木木板，难怪你刚才问我要这些材料呢。反正很好做的，这些材料你应该都有。行。我也能从这里面提炼液体的元素了。你怎么跟个小孩一样啊？因为实在是太好玩了呀。那你就慢慢玩着哈。有了这些东西，是不是就能进行接下来的铸模实验了？我觉得距离铸模还是有一定距离的，毕竟我们现在连铸模祭坛的合成配方都没有啊。照我们这个进度下去，真的还来得及吗？